Surabaya 的机场。气温是现在是12度，很冷哦。你看我们都穿到这样子，那我们的酒店呢是没有风扇，没有冷气的，因为已经够冷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傍晚6:30，是没有什么任何娱乐，没有像泰国啊有夜市啊还是哪里，就是你来到酒店吃一个晚餐，你要喝酒的话，就在酒店的餐厅那边呢。可以喝一点小酒，然后你就要去睡觉了，因为已经很迟了，我们睡几个钟又要醒了。等一下凌晨 Indonesia 时间2点，就是 Malaysia 时间3点哦，我们就要 depart 去那个 Bromo San 了，明天就要亲眼去目睹这个壮观的景色了。拜拜，晚安。这个车是上火山耶。Indonesia 的杯面 Hot Mee， 我吃的是 Soto Ayam。 来自这个 Indonesia 一定要吃他们的这个 Hot Mee 杯面哦，因为是他们出名的。这样有缘哦，这样有缘哦，大家不认识的嘛，然后一来到这里，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小休片刻，因为等一下差不多再过一个15分钟，我们就要徒步上山去了，耶、yeah!现在要爬山去了，等一下我们会从那边开始走上去。风很大，好冷，是谁跟我讲这里不冷的？呀，我们每个人都冷到很夸张哎。Bromo 沙海区 yeah, 我们刚刚呢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 Jeep 车上呢
拍网红照哦。各是死火山。现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那个火山口，所以我们就爬了很喘的喂。OK， 但是要到了，到了，看到没有？上面这边，这边上面呢就是火山口啦，所以我们要爬到上面去。我已经到这个火山口了，因为听到很多人都在客机下，是因为这是硫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不能待太久，因为有一点难呼吸耶，那就是那个硫磺味道太重了。屁股皱纹。哇，不只是那个脸肮脏，看到了没有？连我的头发，连我的头发都很卡很黏。我们的鼻孔，我们的衣服，我们的耳朵，全部都是那个黑色的这个火山灰，很肮脏就对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是第一次近距离就看那个火山口。刚才爬完山过后，吃完了一个早餐，整个很累，然后我们就回酒店去小休，所以大概两个小时。现在又要起来去找刺。哇，这里的路啊，给你们看，都是这个火山灰，就是很，你一定要穿口罩啊。其他清清节结尾，结果要走路去找咖啡，整个人就在给那些灰啪上来。这里风很大很凉哎，燕农。超好吃，接下来就是这个鸡，啊，鸡也是很好吃，我的朋友全部说好吃，鸡是不是很好吃 ？Debbie， 好吃。Thank you.
我们来动物园，现在我们要坐过山车。Sick of seeing all the selfies, now I don't care. Found myself a new vocation, calibrated motivation. No more static, change the station, headed somewhere. I'm dancing more, just a little bit. Breathing more, just a little bit. Care a little less, just a little bit. Like life is woo. I'm making more, just a little bit. Spin a little more to get rid of it. Smile a little more and I'm into it. Honestly, man, lately I've been